哦，过时了，干得上哦。Everybody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江南大叔赛。三年前的人物吗？不要随便批评我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时尚品味是有提升的。看我穿的鞋子，我的是手啊，哎，这个好面熟。好丢脸啊！三男丑女，不要穿这双，这三丑子，太丑了这三双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走在时尚最前。不是，那到底赚这么多钱，你竟然跟两个穷鬼赚？你早上六点多集合，我随便抓一双，不小心抓到旧鞋，不好意思吗？抓到旧鞋。虽然说可能是旧鞋什么，但是呢，其实旧也有旧的好处。就像现在大家最喜欢就是大叔嘛，有一点时间的经过之后，越来越有韵味。但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旧鞋跟大叔越来越白。很少看到头牙齿白，头发也变白。对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了两位中年大叔来进行中年大叔挑战赛，感觉大叔特殊，对，没错，马上来欢迎两位啊，可能岌岌可危的中年大叔，仲哥跟潘老师，来，你看起来，搞不清楚状况，当睡寒在真的，怎么花花又来找你请假了？老板今天要请假，花花今天请假，花花今天请假，对啊，老板今天要来的，真的，他讲了一个很夸张的，他讲很牵强的理由，是我们手受伤了，你把自己手打断，他还不来，对，还是有些那个想法，怕动情，怕动情，对。好，我们今天钟哥跟潘老师就担任我们的关主呢，进行的是双人挑战赛，只要过关的话呢，会拿到一张下班贴纸，会贴在下班转盘上，然后直接进行转到下班你就可以转盘都假的，转盘都对啊，转盘永远不会有，没有吗？今天轻松啦，今天大家可以准备，就是计划等一下去哪里。开场那边那么久，没有脚边的。开场太久了，马上进我们。还有，他真的看我们没有，叫夸你走啦。还有美女帮你们加油，还有我们夏雨欣。我们过了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过了。好，有人在这边跟叫我赶快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呢中年大叔挑战赛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来，跳绳时间到了，刚才训练的结果怎么样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差不多花了三分钟就。你们练了快一个小时啊！我们在等你们，你们都晒出印子来了啦！你知道一个小时，你知道跳不到两下，你知道有多？你把它讲出来。你知道你们是要跳三下的吧？我们知道啊，是要跳三下。他们一个人跳比较好跳。哎，他会花式来，跳一下，收拢一下，对啊，跳一下，有点难的。一个人怎么看呢？你看他会花式，哎，那个快点，他会花式。其实有哎，有那感觉。因为你们是两个人啊，认为是两个人跳，而且花式，花花的花式跳，对，花式跳。来，两位，直接帮我们进行示范，然后计时三下。没有示范吗？直接来了吧？对，直接来啊，直接来啊。他们练很久了啦。中年大叔跳绳时间计时，开始。一定要失败。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下一下，两下了吧？没有，刚才那个卡住了。连续才有吧？没有。一。不用连续，你们要到吗？到下午了，来，连续一次一次来。中年大叔关主他们花28秒的时间完成三下。